新增一个拉群的功能，就是一个小号可以批量拉群，然后去群里面去发自己的广告，然后也是一样的类型，可以发文字、图片、链接都可以，然后登录一个小号到这种网站去看，这就是自动去拉的群，发的文字加图片，每个群里面最多是30个人。